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我们来继续解支线。想吃，好，就给你吃。好，他刚刚是说什么？我们去那个包子店再去包子店一次。嗯，这个东西。哎，他换位置了。哎，泡菜不是给他、啊？哎，不是，好，没东西。那饭团要怎么做啊？嗯，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。哦，好，刚刚说豆子，豆子，可惜我没有豆子那批。酒肉包子，没东西了，好吧。哦，是跟着他跑到这边就对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要干嘛？哦，这款游戏要跟 NPC 走啊。
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我们跟着他。大师的感冒还没有完全好，喉咙好痒哦，讲话的时候更痒。所以咧，现在咧，我还要等他吗？我们先快转好了。好，刚建成哥说应该再来几次就好了。薛杰赢的积分，还可能拿走啊？好，我们先快转，我们先去其他地方。好，主角跟到建成哥，在第二次回来这边的话，会触发一些剧情。杀生什么？看一下，哦，好，那这边应该到这边就好了。那我们去找黄镇，然后磨稻子，然后应该就我白米了，白米应该可以做饭团的吧。应该是这里。好，这样就好，做好了。因为我是看传闻才知道这些东西的。鱼筋好的话，可是我没有鱼啊。想去找沈娘好了，先去找沈娘。先转个档。哦，等他不在再问。走过头，香油道具。妇女厨师可是没有啊。诶，厨师不行啊，没有香油这个选项啊。应该资讯应该没了吧。还有一个，先进主线。
阿里这是要些什么？我哪知道？哦，有人会进。OK OK， 选错就不行了。然后清淡，辣椒五两，菜刀两把。哈哈，能人女，火种应该不用了吧？这个种不了，因为那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道具要先拿到，可是那个要面粉才能交换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了。这应该不会种了。三奖，三奖是什么？五十，好，走吧。看一下这个。你在想什么？我都猜得到。听说你最近做得不错啊。为师甚感欣慰啊！还有语音呢。嗯，没东西了，好吧，走吧。好像这是给他的、哦、煎鱼，然后鱼就可以拿去煎了吧，然后再给猫吃，然后第一箱第一箱有歪倒正着成就，黑叔不能给鱼吃，给猫吃哦，我存个档好了。我马上吃掉哎、欸。好，我们再给一次，然后直接去
我们给直接给猫看看。没兴趣。好吧，看来是真的没东西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好，我们先回我们师傅的房间。哦，仓库可以进去了。我先进这边好了。手术的柜子。大家网络上有说这边可以拿到死老鼠，可是找不到死老鼠在哪里。很多木人装啊，然后先进去这个。我觉得那个心法在这里啊，要找半天。他刚刚说什么？我们仔细看。哦，沈良询问。OK。然后民房经验似乎想喝开封的杏仁茶。将鱼煎好，叫香油去煮，可以煮好的极品的好汤。哦，金鱼，因为刚刚读档还没有。我们再去做金鱼吧。好，到底在哪里啊？那个死老鼠。啊，那个心法好像要给这个人。哎，不是哦。
不然给谁？还是另外一个江湖人士，江湖人士有两个，那就是给另外一个。那个在哪里啊？这个吗？那是给谁？应该有啊，谁啊？我想想，话说会变成心法，不知道怎么让它变心法啊？武学装备道具。使用吗？我原来是自己使用哦，真笑啊！好，然后我们再去学，怎么学呢？好，怎么学？好，这样学就是。OK， 好，我们先用这个，然后跟一个江湖人士对话，然后就会得到东西了。哇，为什么之前搞成这样这么多，真讨厌。啊 ，OK， 这样应该就完成了。OK， 绸缎，看起来差不多了。完成小溪村的任务，获得称号。好，走吧。记得
像我这个 bug 先存档再读档哈，然后就看到东西什么的。里头这个吗？性能差，等一下性能差才会给我们那个布包吧。哦，看一下没东西。好，这边再做过关一次就可以走了。哦，没反应。好，没反应。好，快转。好，我们看到小雨。哈哈哈哈。等等等，两个看起来比较大。好，棉花吧，小笼包，为什么会有小笼包？可以吃吗？先存档再吃好了。吃完会变什么？东西呢？酒味。哇塞，一定要这么多任务吗？看电送可用出事。他不说，他不说看看写些什么吗？阿祖。开店送酒味的话，应该是找他吧？这个吗？不是，不然是。那给谁？哇，好麻烦。好了，我想一下。好，我知道那个东西可以干嘛的，就是我们直接吃掉就好了。像那个小笼包，我们先吃掉。然后呢，还有两个东西要吃，球肉包子。然后一个是发霉的。发霉的馒头，这很不够是不是？好，听说这好像三，对不对？我想够吗？够，这要三个，所以还在一个。直觉是不是？暴击伤害，
类，直接这个吧。OK， 好，然后这时候再吃掉。撕开来看，好走。高级奖品哦，乔搞木新生丸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应该是所有支线都解完了，应该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啦。希望我们要欢迎频道主要妈的图片按下订阅按钮，右小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更新最新影片你就能追踪到通知跟消息了。好啦，谢谢大家这次收看，拜拜。